真的 OK， 今天到丰收了，看我全部装入布袋中。哎呀，忙活半天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有了，去垃圾桶翻翻看，里面一定有没被发现的宝藏。哇哦，天助我也，美味的面包干赶紧炫进嘴里。那是，今天可真适合出门逛街呀。天哪，它长得实在是太美了，鲜花赠美人，我要大胆示爱。美丽的小姐，请你收下我的心愿。哪来的乞丐，浑身散发着恶臭味，实在是太恶心了，滚开，离我远点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糟糕，被女神嫌弃了，难道她是嫌我没诚意，该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，拿出刚捡的塑料瓶，看我一顿鬼斧神工。奇怪，怎么变成了勺子，这可不行。哎呀，继续加油，塑料戒指制作完成，美丽的小姐，请你嫁给我吧。你竟然还不死心，想拿塑料打发本小姐，去你的。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哼，滚远点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位小姐你好呀。又来一个搭讪的，这位男士看着可不一般，黄金单身汉呀。哇哦，真是爱了爱了。呵呵，被我迷住了吧，黄金捧花送给你。天哪，看得我两眼放金光，实在是太棒了。这还不够呢，直升机快放空投。这是什么呀？里面可装着大宝贝呢，敬请期待吧。瞧，超重工打造黄金钻石项链，宝贝，请你接受我的心意。哎呀，好沉啊，我的脖子要压断了，我愿意。哦耶，终于抱得美人归了。好害羞呀。女神，你怎么可以自甘堕落呀？讨厌的臭乞丐又跟来了，瞧瞧你那傻样子，癞蛤蟆才会同意跟你在一起呢。哎，我真的很差劲吗？宝贝，我们走。妈呀，好呛人的浓烟啊，真过分，实在是太羞辱人了。宝贝，我们约会去吧。好呀，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。乱小情侣，本单身怪最看不惯了。站住，想往哪儿跑？天哪，好可怕的怪物。呵呵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哎，救命啊。别害怕，我就不信还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拿去挥霍吧，别找本大爷麻烦。他的语气竟然如此嚣张，可恶，看我不给你点厉害瞧瞧。不要啊，这招怎么不管用呢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有了，把你的项链给他，一定没问题。你干嘛？臭怪物，拿去。这是什么宝贝，竟然如此闪亮，我喜欢。哼，我就知道一定能把它拿下。竟然还敢如此嚣张，看我不把它吞食殆尽。什么情况？味道真不错，填饱了肚子，该发力了。救命啊，你不要过来。亲爱的，你一定要保护我呀。差点把你给忘了。我最害怕吓人的怪兽了，给我上一边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快跑，终于逮住一个了。不要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是无辜的。你休想，我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美味的宝贝。放开我，快放开我。不知女神过得怎么样？救命啊，有怪物。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一个紫色怪物抓住了吉娜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逃啊。哦不，女神有危险。救命啊，我绝不能见死不救。站住，还不快放开吉娜。哪来的小喽啰？哎呀，看我的无敌铁拳。女神别怕，我一定会解救你的。好累呀，他怎么纹丝不动？你千万别激怒他呀。给我挠痒痒呢，快滚开。哎，疼死我了。天哪，你没事吧？呵呵，今天我看谁敢阻挠我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对了，差点忘记我的超臭香港脚，它的威力可是无比强大。哎呀，去吧。妈呀，什么玩意儿，好辣眼睛啊，我要吐了。啊，好可怕，不过我终于摆脱了控制。哼哼，我还有袜子攻击呢，好好享受这酸臭的味道吧。头晕脑胀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看我的，救命啊。还不快跟我走，可恶的怪物。对不起杰克，我不应该以貌取人。没关系了，实在是太感谢你的帮助了。对了，请问你愿意和我约会吗？真的吗？当然愿意了，原来真诚才是必杀技啊。